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董。在我刚刚舅舅躺着滑 Facebook IG 的时候，还没看美女的时候呢，他有滑到一个影片，哇，我觉得这东西蛮吸引我一下嘞，就是用 Maggie 面做成哥萝卜，哇，我没有尝试过嘞，所以哦，你们不要好奇为什么这个 content， 你们印象中应该是有 YouTuber 拍过，还是 TikTok， 还是抖音都看过之类，为什么我现在还要拿来拍？很明显了的，不能拍。这里有韩国面，还有我们马来西亚的 Maggie 面，还有一个泰国的。我刚看到我们都是用那个蜜色豆还是印度蜜来做的，这一次呢就拿这三种来试试看是什么味道。哥萝卜，一面煮成哥萝卜。等一下，这边应该是喂猫两三个小时。然后我看我们的过程哦，都是先煮水，煮完然后才加中水。重点是那个中水水的东西，我们都这样想啊。我妈煮猪肚汤 ，OK， 我会受到这个诱惑的，要认真拍影片。我先煮，按锅了先把水煮滚，再把它捞上来。完了嘞，开风扇，风扇。身为专业的厨师，不可以偷吃别人的食材，我们要专注自己的料理。给这个面煮软了，就把它捞上来就有了。哇喂！然后呢，讲要准备鸡蛋、面粉还有木薯粉。现在呢，我就要把鸡蛋、面粉、薯粉还有它的酱料都倒进去，给它搅拌到糊糊酱。哇，糊酱啊！手会更好。咦呀！这手夹给它糊哦，做不到嘞。哦西，薯粉跟面粉最后还加，丢！我找那种东西可以装的呀。What？ 这个还是可以装哦。没办法，我家里没有东西可以装了。来玩捏，捏成那种条状形的，也是这样子吧。可是我的面没有边边的嘞，不紧啊，试试看吧。看这个 Maggie 做出来的，捏起来就是像酱，懂吗？咦，可以吃了嘛？现在到这个韩国了。接下来步骤就是拿这些里面凝固的火柴来炸。哇，真的不容易啊！天气很热，来一个 100 yeah。
会不会成功呢？这有点难呢。哇，这讲到重点牌就是这样子的啦，要抄就是要付出，再自己累都不会后悔。现在水滚了，我们就把那个我的有点搞味的这个可能不放下去了啦。我一放下去就闻到那个美丽的香味了。那等它浮起来了呢，就可以拿起来备用了。不过我还是讲浮了，我给你们看啊。这个画面，这个颜色一粒粒又是一条一条的，你们有没有想到是什么东西？有吗？我觉得还是不要想比较好。哎，所以这里就 skip 掉啦，我会打快给你们看，跟煮这一个给它滚水的那个过程，因为太长了，有什么好看？大同小异的。OK， 打快。这些已经过了水煮上来了，这五个呢就是那个美丽的，然后这三个是韩国的，看它里面的形状还是比较明显的，你看还有很多条是那种脱出来了的，太显丑毛了那一条。所以我就尝试看切小粒一点，然后拿一炸，看到就是怎样的。我觉得现在才是真正的重头戏开始，会不会变成可乐包呢？就看现在了。我说的话真假的，其实这三个你看还是有那种面的形状，可是还是很香一下的味道嘞。虽然不是可乐包，我也不懂它会变成什么样，也是试看。最后的主角，我把它们切成一半了过后，好像有内馅，这样看到吗？才让我琢磨东西，对，一刀一刀的，变来了，没想到啊！噔噔噔，看他脸，这个叫香蕉啊？不是，炸帅，不要吃哦，不要吃。没有拿过蚯蚓啊，那个是炸梅鸡面，他们做成那种格罗佛，那种那种零食这样的。你们喝一高一高哦。不要问啊，叫你吃啦，没叫你问，吃吃吃。很紧张，我这都没有试过，吃啊吃。有什么味道哎？感觉好像面粉一样而已。嗯，它不是很脆啊，是甜老师啊，可是没什么味道、啊。哎呦，不要这样，好的，把这个先夹了来。拿出面来一个。秀也是，秀也是很香的，妈秀看见了吗？你来秀，你秀看，你秀看。哎呀！哇！比较韩国的比较香，这个比较脆，比较香，这比较有味道啊！哇，一个有果爆的卖相，很搞味；一个没有果爆的卖相，又很有味道。所以评分就是九九八一样啊。你觉得哪个好吃？这个比较好吃，这个比较好吃哦。Yeah， 今天突如其来的一个content呢，就这样子诞生了，也这样子结束啊，尝试一下啦。你要快刀？我在开店，我跟那些人要买保险，买大大这样难吃，我结果是我给他踏遍了。对啊，所以今天呢就是纯属娱乐，试试一下，以实验一下，玩玩家把这两件东西做，不是玩一些这种特别的咯。OK， 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、再来分享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，不要忘记当当当哦。还有什么？叫你看那边，你一直看那个刺脸。啊，吃了，吃了，吃了 ，OK 啦，先给大家拜拜，拜拜。